上养的狼应该长什么样子？长得是跟你一样还是跟我一样？你们早上跟我一样吗？那他要穿黑色衣服还是蓝色衣服？他的花样
有一座农场，我想或许我可以到那里找点。是的。哇，好聪明啊！你们这么聪明哦。然后那我们来看看，看到农场真的找得到吃的吗？我爸爸。真的，我们来看看那农场真的找得到吃的吗？啊，有没有吃的？没多久。